我的女朋友身高169，体重100出头，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总有网友评价她的身材，这导致她陷入了身材焦虑。于是她夜宵吗？不喝。奶茶吗？控糖不喝。尽管我们不吃不喝，别问我了。可是总不能我吃着她看着吧。为了让女朋友树立正确健康的观念，我决定，宝贝，你要不要试试这个？我公司女同事给我推荐说，这上面有定制食谱，保证四大营养素均衡，然后记录食物热量跟运动热量。她就是一直用这个保持身材的，现在左下角就可以直接进入了。于是，在我的监督下，女朋友尝试了高蛋白健身塑形食谱，并且每天坚持运动、新陈代谢，终于。女朋友因为身材好变得快乐，我也因为她的快乐而快乐。